圈外侠，我是你的人，欢迎来到第五人格实战篇，我是大脑哥哥。我们都知道新的监管者小林家呢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，而且最近几周的不断对小林家的改版呢，好像使这个角色出现了两极分化，会玩的真的是超级大神，不会玩抓人其实也挺费劲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遇到小林家该怎么溜呢。因为呢我不怎么玩监管者呀，只能分享一些玩穷者的大概的经验。这一把的监管者好像是四阶二的监管者，然后呢我觉得如果遇到小丁家灵活的来回走位躲避他的一阶技能，这个音符长线是非常的关键的。特别是现在我发现很多小提琴家玩家呀不喜欢预判这个拉线了，是直接释放的那种，所以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预判已经预判吗？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先玩起来吧。现在实战中遇到小提琴家的次数多不多呢？你们有什么好的牵制小提琴家的方法吗？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想法吧。感谢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，我们下视频见了，拜拜。